小文，我是兰兰。星期六你忙吗？你好，兰兰。星期六我不忙。那我星期六请你吃饭好吗？好呀。可是你为什么要请我吃饭？因为星期六是你的生日呀。我的生日吗？我都忘了。谢谢你，兰兰。那我们吃什么菜？我们吃中国菜，在学校的旁边有一个新的中餐馆。好呀，好呀。星期六几点呢？晚上七点吧。晚上七点，没问题。那星期六晚上七点，我们中餐馆见。好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喂，这里是中餐馆，有什么事吗？你好，请问星期六晚上七点有两个人的位子吗？那天是我朋友的生日。我看看。星期六晚上有位置啊。请问你贵姓？我姓周。周小姐，你的手机是多少？我的手机是96584072。96584什么？4072。4072啊。好的啊。星期六晚上见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再见。欢迎光临。你好。你好。请问你们几位？我们两位，我订了位子。我姓周。周。我看一下。看到了。谢谢，请进，周小姐，就是你的位子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哇，好漂亮的中餐馆啊。对，好多人。哇。热闹。服务员，我们要点菜。点菜，好，这是我们的菜单。好，谢谢。有很多很好吃的食物，比如小笼包、面条、茶，热茶。对，看你们想点什么菜呀？小文，你先点，我再点。好呀，那我要一个炒面。我要一个炒面。你要辣的炒面。辣的。辣的。辣的炒面。小文你呢？你开胃菜要点什么？开胃菜我要一个沙拉吧。沙拉。好，你要一个沙拉和辣。辣的炒面。炒面。辣的炒面。OK。开胃菜我要小笼包。然后我也要面条。但是我不要炒面，我要汤面。汤面。不要辣。不要辣，不要辣。好，那就小笼包和汤面，不要辣。对。OK， 你要喝什么呢？饮料，你们有什么饮料呢？就有这些，有果汁，有茶，有水，还有珍珠奶茶。他们有珍珠奶茶。珍珠奶茶，你喜欢喝珍珠奶茶？我要一杯热的珍珠奶茶，热的，然后要半糖。半糖。我不吃糖，我就要冰水就可以了。冰水。一个热的珍珠奶茶。对。半糖。对。还有一个冰水。是的，谢谢。Okay， 谢谢你。好，谢谢，马上来。谢谢。谢谢。好。小文。你今年参加什么课外活动吗？我参加了好多课外活动。我星期一有游泳，星期三踢足球。除了这些，我周末还要去上画画课。好多呀。你呢？我是每个星期三跳舞，然后星期五打网球。打网球不错啊。你打得怎么样？有比赛吗？我打得还不错，有的时候参加比赛。你呢？我参加了学校的游泳队，所以常常有比赛。好，送菜啦。对不起，这是你的冰水。冰水。你的珍珠奶茶。谢谢。你的小笼包。你的沙拉。谢谢。你的汤面。好，谢谢。和你的辣的面条。好，谢谢你。享受。好。谢谢。服务员，服务员。什么？我的珍珠奶茶里有冰，我要的是热的珍珠奶茶。看一下。服务员，还有。对不起。我这个不辣，我要的是辣的炒面。
那哦，对对对，你点辣的，对不起对不起，马上来，没关系，马上来啊，热的珍珠奶茶，辣的炒面，换。OK， 来，这是你的热的珍珠奶茶，哦、谢谢辣的面条、啊，谢谢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谢谢你， okay, 谢谢，好。小文，你的炒面好吃吗？很好吃，咸咸的，辣辣的。你的呢？你的珍珠奶茶怎么样？我的珍珠奶茶甜甜的，但是不会太甜，热热的，很好喝。请问我们的食物好吃吗？很好吃，我们喜欢，谢谢。Okay, 好，谢谢你。辣辣的。你要点甜品吗？我要冰淇淋。冰淇淋啊，我们这里有绿茶的冰淇淋和巧克力冰淇淋，你要哪一个？我要绿茶的。绿茶的，好，你呢？我不用了，我吃太多了。啊、谢谢，不用甜品、啊。马上来。好，这是你的绿茶冰淇淋。哦、谢谢。这是你的小蛋糕。哇，好可爱，可是。我没有点甜品呀、啊。对啊，我们没有点。这是我们的餐馆送给你的礼物，因为今天是你的生日啊！哦，谢谢。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你们。可是我吃饱了。我可以打包这个蛋糕吗？没问题，可以打包。谢谢小文。打包好了，来给你。服务员，是，我要买单。买单是，对对。所以一共58块钱。58块。这是58块。好，谢谢你。客气，谢谢你小文，谢谢你请我吃饭。客气，很便宜。我的生日很高兴。嗯，好，我们走吧。谢谢你们来。好，谢谢你，拜拜，谢谢光临，拜拜，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